你享受平静吗？我就好喜欢平静的感觉。以前以为平静的生活就好像水的存在一样是必然的，但是大个了才发现，原来平静的日子是需要一班人去维持。你可以陪我一起守护香港吗？5月30日警察招募体验日，守城守城约定你。